量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我们各位维新圣教，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会员啊，李监事代表啊，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有李监事代表啊，宜兰道场、淡水道场啊，住持法师、圆昭法师及各位讲师啊，各位义经大学的法工护坛同修，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10月12日，啊，是我们九九法会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已经进入第30坛，从第一坛开始，我们由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吾法师和圆义法师带领着我们所有分寺道场各界同修一起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香花情，香花影啊，一宗教法仪，一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啊，恭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王储君民怨灵，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储君民怨灵啊，今日一一进入坛城，端坐莲台啊，我们以香花供养，斋串供养，尤其以金宝供养啊，我们也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圣事啊，招请善信大德家中九贤七祖朱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往生未满1年的菩萨啊，家中无缘住持英灵及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朱灵啊，三合西见入头入尾
啊，各公司行号，双法界、三界、万灵，啊，都已进入檀基山千佛寺、千佛禅堂，端坐莲台静心，受纳供养。法会的真实意是依法来会友，依法来会佛，依法来会心，依法来会主灵，名为法会。好，我们依照宗教修行的上圣心法，工作了这么多的年作的目的，而是将世间的人世间啊的人事物的动态，生老病死啊贫富贵贱啊的因缘法啊，依宗教法仪修行的法师啊，一一来供养，来时机去时宝。这个和受世间人的思维就有很大的不同。世间的思维是想尽办法来从他人身上取得，用各种的方式来斗争、战争、抢夺，想占为己有，结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而造成了悔恨贪欲啊，这个是众生的可怜和无知啊，世间人的无知。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0年11月5日至7日。那么修行者是将空界、天上界、灵魂界的眷游啊，有着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请来坛城啊，一一的供养，诵经供养，告诉人世间发生的因缘果报，吉凶祸福啊，这个是法会的真实意啊。啊，尤其我们在每一天有这么多的维新正教一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还有义工法工代表啊，在千佛禅堂静心的慧心，所以我们唯愿灵魂界的啊诸天圣神、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要理解我们修行者在世间的心境和心念是大公无私的
尤其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出祖灵啊，都有后代祖孙，生的生，死的死啊，生到在世间继续在斗啊，在解强，在恐怖不安，颠倒梦想，在造恶业，死的啊，将在生所发生的悔恨贪欲执着带回灵魂界，在灵魂界继续的斗和争，真是可怜，可怜又可怜啊。所以我们唯愿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天九大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以佛光慈光来加持灌顶灵魂界莲座上的诸祖灵，尤其啊莲座上天主帝王918位天主帝王在世间所造的恶业啊，带回灵魂界还没完没了啊，日本124位天皇也一样的，在灵魂界天上界还在斗还在争，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林也是一样的，在灵魂界还继续在斗在争，难怪地狱界的众生啊，比天上界的活菩萨多上好几千万倍的数量。所以我们希望当下生已经还在世间的要注意，要忏悔啊，多反省，多忏悔啊，才不会将世间所有的苦报苦果带回灵魂界，带回天上界啊，一直在来来去去，来了投胎转世为人，一直在争在斗，有如海峡两岸的三族儿女还是一样，到现在还在争还在斗，大欺小，小欺无，没有一点爱心和慈悲心，更没有包容，不知因果恶报啊，能争的尽量争，能恐吓的尽量恐吓，能欺压的就尽量欺压啊，所以在世间人有悟了有修行的，那修忍辱
有一些三族儿女啊，不知修忍辱，贪得无厌，很可怜的，很可怜，我们同情。这样，最后都坠入地狱界了，地狱的世界。所以各位同修，十方善诸事啊，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啊，哪一个国家的领导啊，很阿爸，很凶狠，他也没有想到，再不久就会呜呼哀哉耶，掉入地狱了。这苦果都是要自己去受报。禅机山维新圣教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所以佛法的重要性，佛法的尊严和庄严，是从善止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为佛的教育。我们来到世间短短的几十年，所要争的是训练啊自己的思维啊，培养自己的雅量，这个都在大地上啊有启示了。有如禅机山之禅，宜兰道场，宜兰道场的风水宝地是一个非常好的依然道堂，这么水是玉带，啊，玉带水，哦，把人的肚肚量，当时。我们买了这一块宝地建设宜兰道场，啊，圆辉法师问我说：“师父，这个什么地理有什么启示？”我说：“这个地理要有度量，要有雅量，玉带环腰。”啊，这个宝地是台湾北部啊一个宝地，非常难得的宝地。将来宜兰道场在这里修行的学员同修啊，会有这个雅量，培养雅量。大家都是有福的人，
所以你就好好把宜兰道场经营好，建设好。啊，即使你永远永远留在世间上来教化所有的众生弟子，啊，圆顿法师不能说好，我知道，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来经营，默默的经营，在经营的过程，又会有很多众生，无知的众生来考验，来争，啊，争着要什么位置，争着要什么名，什么利。所以圆顿法师，他就记住师父这一句话，他会很小心的经营，要以全体的利益为重。所以圆顿法师带着圆昭讲师默默的经营，经营到去年，世间的业报已了，所以圆寂涅槃了，回家了。他所留下来的宜兰道场的风水宝地之产呐、啊，而圆顿法师的生命是永恒的，人的受身身体的生命是有限的，道法是无限无穷无尽的。所以今天我特意将禅机山之禅宜兰道场是一个代表作，我把它阐述出来，让今天的啊护坛法师、圆昭法师啊，继续带领所有的贤士同修啊，继续努力，继续修行啊，大家的生命以宜兰道场长存共存。所以世间的奥秘，大地风水的奥妙，是没有办法用口来形容清楚了，只有这里啊，大家去自己体悟啊，你即是永恒不灭的真理生命，无量寿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啊，宜兰道场的风水宝地啊，非常的殊胜和妙妙妙啊，有一句孔子
名词孙作，叶桃酸卡达两转换，做好着依然卡达牙套刷卡达两双碗，甚至牙套刷五个头的刷卡达两双碗，龙泉的水，甚至加一个大五曲星落脉。都买啊！这边是香槟请国呀，国会桃，那个叫辅星嘛。现在牙桃山，卡达龙山湾，这条是龙山湾龙泉的岸。你给他点对了，依然圣贤出一半，不得了哎！啊，这个祭文啊，开示出来，圆莲法师很高兴。他有那个信心，让宜兰的武术界和社会结合，啊，不会像早期武术界在打擂台，相互的攻击、谩骂，啊，说你来到宜兰。要将宜兰这一群的大众降服为圣人，圆莲法师很谦虚的说：“我可以吗？”我说：“你可以，没有问题。”啊，万一我走了呢？我就走了。第二代、第三代都会一直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胜利火把接下去。所以圆莲法师他很高兴的一直点头，我知道，那我会努力。所以宜兰武术界那么多，自从圆莲法师回到宜兰，宜兰道场建设起来了，整个宜兰武术界的朋友度量都是大起来了，心量大起来了，再没有像以前打擂台相互的攻坚与谩骂，啊，这个已经圣贤
就产生了。所以我也希望宜兰道场的所有的同修们，大家有时间就来宜兰道场来拜老祖，而前面的圆圈的莲池啊，绕着莲池，可以悟到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上圣精华，会见性成佛。所以宜兰道场的宝地，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都不会坏啊，都盖了非常的坚固。那即是生命永恒啊！啊，有一天我看圆辉法师，很高兴，我跟圆辉法师说：“你跟着我走，我教你寻龙点穴。”没有接受，拒绝了。我嗨呀、啊，烦恼来了，所以我就回家，到半路打电话给我说：“师父啊，我愿意跟着你啊，来学习易经风水的上圣功夫，寻龙点穴功夫。”我说：“已经太慢了，时空过了，以后慢慢再来吧。”啊，过了没有多久，果然业力现前了，中风了。中风了，他还是照常的拖着身体，不厌其烦的为所有同修学员和社会大众排忧解难。这种精神就是佛菩萨的精神啊。所以圆辉法师啊，他的来头是韦陀的化身，来护王禅老祖的道，也是来护的宜兰道场地区辖内方圆百里的众生的平安。而圆辉法师把他的精神生命奉献到时间一到涅槃了，圆寂了啊，就由圆昭接任升任法师啊，继续依这个风水宝地的真禅奥义，继续弘法利生。宜兰道场是台湾这一条龙，从长江
的龙蒸笼水器会到台湾，然后到了龙泉的地方，啊，玉带环腰，这个莲花宝地。宜兰道场是一块莲花宝地，那个穴在田里面，买了这块地，我把方向定出来，分金拉好，开始破土，挖下差不多半尺一尺左右，而地面里面就一条七彩的分金，长长直直的水地笔动六爻，真是妙。而且这个穴是活的穴，站在穴上，像水床会晃。啊，这个是有无限的天机密。长江的水容器接到台湾来，啊，穿过台湾海峡，到了宜兰道场这块宝地，不可思议啊。水龙蒸汽在台湾是第一点的宝穴，是台湾人民有福，元辉代表台湾人民，代表宜兰地区的人民接受这个福报，上苍上天所述，所以宜兰道场是三界万灵汇聚的地方，所以当下我们法会啊，宜兰道场离这里虽然那么远，事实上我们都在宜兰道场那一块宝穴之内，啊，在这里修行。中华三祖圣灵啊，也光降在宜兰道场这一块宝穴，受纳供养。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也光降宜兰道场。享受大自然的真气，啊，能够在宜兰道场成佛，啊，宜兰道场是禅机山之禅的一点，禅机山宣佛寺
是一点。在台湾整个有48个点，都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两安魂力魄成就成佛的一个宝穴，一个点。所以我也希望圆照法师和所有宜兰的同修啊，好好要团结的来照顾宜兰道场这一块宝穴啊，才是圆辉法师生命的延续，法脉的延续呀！啊，听有无？啊，各位同修，禅机山上处处禅，处处有禅机，所以你们够戒啊，到了禅机山仙佛寺够分寺道场、啊、来拜王禅老祖礼佛拜佛啊，都会得到加持灌顶，见性成佛。所以在台湾各地分寺道场都在开课，在见寺纳贤啊，希望各界善信大德要了解人生来到世间上最宝贵的就是修成正果，本教的正果是八德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贤士啊，你在世间上修行八德贤士，在天上界，在祖先也是非常的感到荣耀。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好好的静心，不要退道，退道你可以自由没有错，但是老祖开始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一旦你退道了要再回来，你要追已经百里了啊！所以无论你读的好不好，只要依教奉行用在生活上啊，你即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宜兰道场都风水宝地啊，具有教育性、开发性的教育功能啊，欢迎各界善信大德有时间到宜兰道场。宜兰道场在礁溪乡啊，在人人
田野啊的一座看了不起眼的小庙，但是已经贯穿了台湾和大陆长江水龙，它的功德力能量是列祖列宗诸祖灵成佛成道的一个风水宝地，所以宜兰道场啊的风水宝地，我用祭文来形容赞叹，身坐额头山啊，脚踩龙泉岸，龙泉的水经过前面来，玉带环腰，水要看得到，要摸得到，要喝得到，啊，是真气，真龙真地，做得到，依然圣贤出一半，依然圣贤出一半。啊，这一块宝地，各地都在流传。啊，社会上各界都在流传，所以在十年前，啊，宜兰一位名人，啊，游先生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啊，宜兰的宝地在哪里？”听说在宜兰道场上，我说是，这是一个道场，不是一般众生的道场，这里会护佑台湾平安，护佑两岸人民的平安呐、啊。啊，他说我知道，谢谢，明白了。好，我们现在来回向，回向，愿你所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